假，待会儿呢要来到我们的淡水平安寺的庆赞红毯。所看到的那安卓这样这个叫寻港，这是每一年呢我们平安绕境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哦。福达代表我们的香火，然后呢到每一个庆赞的红毯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进行香火的交流哦，香火的交流，所以呢他们沿路呢这个香炭呢是火是不能熄的哦，会是北山花体哦，所以呢沿路呢都有人在加这个手持清香一拜，祈求蓬莱楼道主哦，能够呢祈求绕境平安顺利。再拜，祈求蓬莱楼主护佑淡水平安师如下众弟子四财四福安和气，平安喜睦回正礼。三拜，祈求蓬莱老祖是福气，国泰民安，庆丰和，家庭和乐，平安是福，请吉祥。来，
后代鞠一躬礼。众弟子以及我们现场来自全省各地所有的众信士，鞠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谢谢。